4月25号星期六，角落生物存钱筒开箱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六三十，我是玲玲，我是小石狮子拉玲玲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角落生物存钱筒，3、2、1。水盖，我浇水盖，我是都会用。打开了，花纹对也不对，对不对？它耳朵没有一只。对啊，耳朵它只是做的比较胖而已，而且猫咪是角落生物里最胖的。4月25号星期六，角落生物开箱，1、3、2、1，起啦！六神神，我是丽，我是小石狮子啦，玲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角落生物，3、2、1，啪！好，那这个是角落生物的东西，是几只啊？这是洗澡用到的那个擦铃子，这是妈妈去爱买买的，毛巾，不，这是窗帘，爸爸买海块而已啊。可是海绵宝宝好逊、啊，海绵宝宝讲，我觉得可爱啊，好逊呐、啊，很可爱呀、啊，角落生物比较可爱。OK，、啊、海绵宝宝 out， 海绵宝宝 out， 3、2、1 out，OK、okay, 死掉了。out 的时候我就按下去了，3、2、1 out， 好，海绵宝宝死掉了，不行出来了 ，out 了。可以啊，白熊猫，怎么那么高啊？哇，这样子终于看到了，这就跟海绵宝宝长度差不多。没有拍上你。海绵宝，角落，海绵宝，角落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，角落，是四折的，是一本15块钱。便条纸，4折的便条纸，4折的只有2本嘛？对，4折的有1、2、3本吧？你买3本哦。对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拆出来再。手上那一本就是啊，前面那本对啊。这个是6折的。哦，6折的1本20块。这是6折的。打开看看。6折的什么？也是便那个便条纸。我想打开看这个，想打开6折的。啊！哇，我想要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。我就是说这个蜥蜴美人鱼。我一开始真的、哦，你有看过吗？有啊，就是那绘本。哇，我喜欢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哇，哇，它好介绍。我要这个，哎，我的有没有？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可以跟你换吗？不要，我要这个。不要，我不要。好，那我。这是6折本呀。这是便条纸而已啊。绝对不行，拿住我这个哦，这是我最爱的一个。好，这个是角落生物6折的，总共有6本。6折的家庭咖啡。120。还有。海底世界，那面是正的、啊。这是怪在台湾买不到这种东西。然后我们看咖啡的乐本。好，把它放好，放旁边，我们开，拿出另外其他东西来。哇，它有是，哦，它有个巨大怪兽，你快看，我的有巨大猫，我的小猫咪。哇，哎，你看，我的很好，对不对？350。妈咪，多好。外面的。哎，要不要我用？哎，要不要？这可以换啊！要不要我用这个跟你换哪一个嘞？换你最讨厌的一个。我想要用这个换。好。再卖350。还是要用这个换？还是要用这个换？对啊。这个，用这个换。那你要换什么？那换你最讨厌的。哎，你们。这个就开不完了。立刻给我。好啦，不是立刻。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。只要有抽到就给我，哼。
下面以后下面的不要尖叫玩太久哦，然后继续再来尖叫，我可不负责啊、哦。你看，其实我们用抽奖的。哇哦，我这我想要水果呢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，哎，等一下后面，哎，哇，然后这、这个是，那你后面有没有？你后面也有。对啊，我们后面都皮的啦。嗯，这苹果是你的小企鹅，好好。哎，你也有这张贴纸啊？我有这张贴纸。然后呢？啊，都是便条啦。便条，一个信纸吧，用纸。笔记本吧，会不会？我是都给你了吗？啊，我这几张的。这一本六块钱吗？有这么便宜？这没有给几张的，它就不是贴纸啊，它是一个。哦，这个一本22块，这最贵哦，一本22块。然后呢，这上面是用彩色带条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，彩色带条。好，来放着，放着，再来抽奖，我要抽。哇哦，哇，是我的，我的。这是我的，我的。这一本17块。哇，角落生物335张。我们都一样的，我们可以一样。耶！啊，如果我抽到这种的话，那就给你好不好？先给你。然后如果又抽到像这种一样的，那先就给我哈。嗯，就像这样子一样呗。如果两个都有中的话，就是你的。好，来，拿过来。再来嘞，什么嘞？来，我来介绍，我想介绍。哇哦！来，等一下我。这个也一样。这里的，是我的。啊。哇哦！是我的。是我的。是我的。是你的。我有两个温泉一样的。那就给我一个，我跟你换。谢谢你。哦，我们分配好了吗？记好，然后，它是一个，人家最可能会拿错，也是跟这个大用纸一样，它只是缩小，大概是四分之一，大概。然后它也要用彩色胶带贴上去。这一本10块钱。我这个是绿色，又变小本笔记本，然后变紫色。这想象力就好奇怪，会变紫色、桃红色，还有绿色、蓝色，好奇怪、哦。好，下一个，抽到我这个。哇，姐姐你动作太快了啦！对啊。先全部拿出来啊！这又不是大，又不是我们自己的，这是共用的。来，妹妹，这个是共用的，然后你和我。这样就很好，三个一样的绿色。纸胶带大捆的18块，小捆的六，哎，小捆的9块。啊，这个是共用的。还有超大捆的、哦，邀请超大捆的18块。姐姐，记好我的是这种的，就感觉放了很多东西在那里。呀，真的很多，那里真的很多。另外一边可以放了。哇！这又是什么了？这是夹竹牌。这才是才该听到这个。姐，我们不要分了吧？哎，好啊，来分啊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充电器贴。充电器贴我不需要。充电器贴一片6块。什么叫充电器？这是什么？它就是个贴纸而已。便利贴。便便贴贴。不要。白熊便便贴贴。还有很多猫咪。哇，夹竹牌的。夹竹牌，白熊。不、哦，还有猫咪。这个一个贴纸6块钱。猫咪。等一下。这个6块钱，便利贴。夹竹牌是。我两个，你要。然后你们那个的话。白熊一个夹竹牌。我不要夹竹牌，我讨厌夹竹牌，我不喜欢夹竹牌。我两个猫咪耶。我找不到价钱。我给你一个夹竹牌，还我一个夹竹牌。这个一个8块钱。这是角落生物的贴纸。放这里。8块钱人民币。台币，我这个都换算成台币了。人民币。拿出。人民币是1.2块，1.9块。这贴纸也太可爱了。这是什么嘞？角落生物的
我小猪的舍不得哎。哇，我最爱的蓝色的，是靛蓝色的，我最爱了。对对啊，我说那个放那个铅笔啊，那大吉他的呀，它还可以放很多东西的。我要的笔芯盒，笔芯盒，哎，有几个？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0.52斤。一个6块钱，笔芯。有没有笔芯？开。你要把笔芯拿出来。0.5mm 的。有笔芯。笔芯呢？我还以为它不一样。2B 跟我的一样，里面很多只。15 piece。这到底？我的声音好特别。那只六块。还可以吧？好。按着嘞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嗯。按着。嗯，哒哒哒哒，我是哒哒哒哒哒哒。是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样可以。哒哒哒哒。哇哦！小孩子爬出去了。哦，这种没粘的。这种没有粘的很好。自动笔是8块。嗯，好像是自动笔，自动铅笔对。不要太大声，不然会被抗议。哦，蓝色，好，这哪蓝色？哎，姐姐兄弟，妈妈看一个。对，我需要很多纸。妈妈看来。姐姐，一块钱给妈妈看。好，那给妈妈看。看这是什么？那不用了，先借你看。好，谢谢。哦，那橡皮擦还有造型的。哎，我要的免费得到一支笔芯，看它有几支笔芯。它的橡皮擦还有造型呢，那种花花花花小造型。它有盖子，橡皮擦盖子千万不要用掉，不然橡皮擦掉地上就脏掉。这个是狗狗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角落生物的。我说它穿狗狗的衣服。哦，它真的。它这个穿什么颜？什么颜？这个是，这个也是狗狗的衣服。哦，我的猫咪怎么了？我的猫咪都变狗了。你不要看这个猫咪才腿变狗了，都一样吗？应该都一样的。我觉得好羡慕你的黄色。那一只给我看，妹妹，那只给我看一下，我给GoPro拍。变狗狗的，变狗狗的猫，变狗狗的猫。好，我没有的那个分数 N9，我买你贴纸。哇，这是有牌子，这是小鹿生物的贴纸，姐姐。怎么会有那个熊猫呢？熊猫了，它是给错。没关系，得到一个熊猫。哇，好少。没关系，我们得到一个免费熊猫。哇，我拿这个，这个可以吗？11块。可以，姐姐可以接两个吗 ？OK。姐姐熊猫的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。我想要这个。姐姐，熊猫给我看来。姐姐，我想要这个。我想要这个。姐，我想要这个。这个和这个呢？这是行李贴。趴趴熊啊。贴在行李箱的。哦，这是行李箱贴皮哦。那个别的屁屁吗？不是。我买四个而已，我买四个贴纸，所以它这个是多给的，库存给的。趴熊。Yes。里面还有吗？趴趴熊。把妹妹放好，胖旁边放好。趴趴熊啊，没有。